小女徐妙云，见过燕王殿下。我来就是想和你说一件事，我过去就不打算娶你，现在也不打算娶你，将来还是不打算娶你，所以大家联姻之事就此作罢。我就不跟你废话了，两条路，要么你就在江南高隅之地做一个逍遥的王爷，从此与徐家婚事就此作罢，要留下做我的得力臂助，做一个为大戍守边疆的塞王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要先娶了徐家的女儿，你自己选吧。宣策，奉天承运，皇帝制约，自尔徐氏乃魏国公徐达之女也，孝敬姓程，书遗素著，今已册宝，必尔为燕王妃，亲哉。臣女徐妙云，谢陛下隆恩。